它没有变浓稠，它完全没有变浓稠。Oh my god， 没想到哎、欸！你知道洗衣液这个我是从来没有做成功过，所以超级吓到。Oh my god！ 所以比起两年前，我退步了。其实有一些材料一看就知道是不会成型。Hi everybody！OK， 所以今天呢就是要拍你们期待已久久违，测试无喷茶无胶水来明天，还蛮久没有拍这个系列了，所以我才就要来拍。我们先看第一个抖音影片。优品，你怎么又在玩？你不是说这里有毒吗？对，小店都关了吧？这是我自己做的，无硼砂无毒，绝对安全。啊，那这个难吗？不难，只要简单三步就在这里做，我教给你。首先，水和牙膏搅拌，然后加入一袋洗衣液继续搅拌，最后少量多次加入盐水搅拌到成型。哇，这手感真的是 Q Q 弹弹，还能拉丝。OK， 这个我好像之前有试过，我记得，可是应该是没有成功了。他没有讲他要什么牌子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什么牌子都可以。如果要这样讲的话，水和牙膏搅拌，他好像也没有放很多水和牙膏，他就是放一点点。哦、我真的不好放多少，我用的是 Colgate， 我不知道它的牌子。OK， 你们都讲牙膏是化泥神器，其实我知道牙膏是化泥神器，可是它将会成型，所以我们就跟着做。哦，那个牙膏粒。一盖是多少？我不懂，应该是就是一盖。啊、哦，它闻起来不怎么的。哦，很呛，是我的鼻子变敏感了，还是它真的很呛？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很像什么东西，我会觉得很呛那个香味，像我整个房间都是那个 spray paint 的味道，然后就是很臭。No， 它是一个很呛鼻的，印度老师那种香水味。少量多次加入盐水。奇迹的时候到 ，Let's see， 少量多次加入盐水搅拌就可以成型了。它没有变浓稠，它完全没有变浓稠。你知道我刚刚没有加盐水之前，它还是有一点浓稠的，它就是像浆胶水一样那种浓稠的感觉。And then 我一搅盐水过后，它立马变稀释了，它浓稠了。Oh my god， 没有想到哎、欸！你知道洗衣液这个我是从来没有做成功过，所以超级吓到。Oh my god， 洗衣液跟盐水弄的史莱姆。不是吧，真的有人相信成功了？其实 ，OK， 让我加一点胶水，还有喷洒水进去，然后假装它成型了，然后我很开心的样子。我不想要再浪费喷洒水在这里了。然后让我假装这个喷洒水是盐水。Oh my god， 大家，现在真的要成型了哎！对啊，这个就是那些营销号怎样去骗你们。想要做成功的话，就一定要用到胶水。也有一些方法是没有用胶水的，但有一个是一定成功的，就是胶水加隐形眼镜护理液加小苏打粉。你要用这样子的 ，Renew 这个牌子是一定会成功加小苏打粉。But then 还是不要先做，可能你看接下来我的影片会有比较更简单、更容易的方法，我也不知道。OK， 现在来看第二个。知道你的努力，也许别人总是看不见。每当考试成绩出来时，别人总是问你考了多少分，考了第几名，却没有人问你累不累。我知道所有人都在看你飞得有多高，但却没有人在乎你变好的过程有多煎熬。为什么我们要一点配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配在后面 ？Like， 这是我用的洗洁精，我用的是潘婷的啦，因为好像听别人讲潘婷的比较适合面粉。能加洗衣液，加入盐水。我不知道我要给我 nice，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 nice 的人。Oh my god， 我真的很有耐心啊！可是我真的没有看到它要成型的可能性。来，它越来越稀哦，越来越像水这样。如果是跟那个洗衣液牌子有关的话，可以跟我讲一下那个牌子是什么吗？没有人跟我讲，哎呦！我先去吃一个晚餐，然后回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变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做下一个。一个小时后，我回来了。OK， 所以现在就是过了一个小时，但呀，它没有成型。下一个。
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嗯，玛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玛卡哦，为什么还要在？为什么要买一个碗？加油 ！Anyways， 玛卡巴卡阿卡巴卡米卡玛卡嗯，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嗯，玛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哦。所以首先它要的是一个蛋黄，是亮面粉，哇哦，它大概有加这样多洗洁精，反正要加洗发露。我觉得我这样加太多蛋黄了，所以我们再加多一点洗洁精。它现在很干哦， you know， 它现在整个面团这样，请告诉我没有失败。最后要加入小苏打粉，然后就会成型啊！我已经尽力耕耘了，我刚才做的太干了，然后就加了洗洁精 ，and then 现在它就变到一滩水这样。然后我加小苏打粉，它也没有变粘稠。我今天要测试八个 recipe，and then 我已经失败了三个。下一个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以前的影片，就是那个做假水的那一只。嗨，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超巨大的假水、啊、很爽，那个感觉很爽。那一只就是用这个 recipe 做出来的，以防你们没有看过那一集影片，我现在就再做一次。这个 recipe 我试过是真的可以的，就是一个胶挂胶粉的东西，你们可以在 Shopee 或是 Lazada 都可以买到。可是我已经忘记了怎样做，因为那是我两年前，你们有谁是从两年前开始追踪我的？ Maybe it's 两年还是三年，我不记得了。先加入小苏打粉，加适量。线上最难的字就是适量。加入水，我觉得应该不用加热水，所以我就加我平时喝的水。啊，去加盐。Oh my god， 加太多。我失败了。它变疙瘩，现在已经。它其实还是会成型啊，对，我知道它会成型。I'm stupid。我们做了一次，我决定我要少量多次加入。感觉现在应该差不多可以了，所以我们加入硼砂水。Yes， 那这样成功了。应该是我的小苏打水加太多，所以它现在成这样 jelly 状这样的东西。就不是一个完美的假水，所以比起两年前我退步。OK， 下一个。我仅剩一盒的小酸奶过期了，请别人问。想要做一个酸奶味的史莱姆，但是我又没有酸奶香精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拿这个过期酸奶来做吧。加入白酒，然后加入洗洁精和沐浴露，进行水搅拌均匀，然后成型。颜色也是特别的像，就是稍微有一丢丢的泛黄。刚好我也是有酸奶要过期了，过期了酸奶，哎，刚好我也有。先加入白胶、全部洗洁精。Oh my god， 我没有试过用酸奶来做史莱姆，所以我想要自己调一个小苏打水跟隐形眼镜护理液。我们试一下，不要用硼砂水。
哇哦，差不多要成精了，它就是那种非常水弹的 slime， like 非常水弹。And then 它做出来是很湿的那一种，懂吗？你看我这纸，我为什么？而且它非常的水弹，所以我的手可以按穿它。就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质地啊，所以你们还是不要用酸奶做 slime 比较好。Anyways， 它真的是超级太水弹了，太多了 ，like 真的太像豆腐了，它比豆腐还脆弱。下一个它讲成功率是180%，其实每一个都这样讲。加入洗洁精、牙膏、剃须泡，剃须泡教程在上个视频。搅拌，少量多次加入盐水成型，不停搅拌，史莱姆就做好了。OK， 我们试一下，虽然我觉得不会成功啊。加入洗洁精、牙膏，然后它就放自制剃须泡，可是我有真正的剃须泡，所以我不需要自制。少量多次加入盐水，然后不停的搅拌。我决定加入这个泡沫洗手液，因为它很像剃须泡，非常的稀释，非常的水，非常的不可能成型的那种。其实有一些材料一看就知道是不会成型的，因为真的 like 他们的化学反应。不成型啊！下一个，那来给你们做一个无硼砂、无胶水做的一个史莱姆，加入洗洁精，护发加入洗洁精，然后再加入我们的沐浴露，搅拌均匀，再加入和好的洗衣粉水搅拌成型，再倒进一个容器里面放冰箱1-2天，手感会更好。还有后续的呢。我知道，我有点生气了，这个真的太多，我只成功了2个：洗洁精、护发素、沐浴露、洗衣粉水，我就用洗衣液。它已经成型了咯，它加洗衣液的时候，我的洗衣液非常的浓稠咯。I'm done. 没有成型，并没有成型。Sorry。所以我今天只成功了2个，一个还是有加胶水才成功到了，耶！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然后，如果你们看到更多无硼砂无胶水的 recipe， 你们要我 test 的话，你们可以 tag 我在 Instagram or 抖音 or TikTok or 就是我有设置账号的地方，你们都可以 tag 我，然后我就去 try。可是你们尽量看我那些比较短的影片，所以我可以比较快看完，比较快可以 test。所以下次见，拜拜。就是我只成功了2个，所以我就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煮饭的时候发现一个做史莱姆的方法。我知道你们家里也一定没有这个东西，可是如果你们要 try 买的话，你们可以 try 这个方法。这个，噔噔，这东西叫前车之粉。OK， 不是业配，真的。看起来真的很像 ，OK， 这个叫前科车子粉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它是做出来会很像马蹄质地的那种，麻薯质地的那种，然后还是可以吃的。如果你是要用来做 slime 的话，你可以放多一点粉吧。如果你是要用来吃的话，就最多一天放5克就好。加入100ml 的牛奶 ，and then 搅拌。然后你就需要放进冰箱里面冷藏3个小时以上。我忘记拍成品了，哈哈。不过这个方法100%成功，记得试试看哦。